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间是位于中正路的公寓三楼。那中正路这边的话是靠近中央路的位置，灿坤的附近。那我们这边是中正路的巷子里面，所以相对会比较安静。那现在市场上公寓的二三楼都蛮缺的，没有什么案件。那这间的话就是公寓的三楼，那算低总价。那我们这边现在看到这里呢，它是那个客厅那前面这里是进来的那个前阳台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共用的卫浴。那我们这一间的话它有对外窗，还不错。这个是主卧室其中一间，这是第二个房间，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。好，那这边是餐厅。好，这个是另外一间房间。那另外一套卫浴也有对外窗。那这边的话，原本它是那个厨房的位置，那它又把它改掉了。那可能买的人就是要重新在装潢的时候再重新把它规划回来。那我们这边中正路的生活机能也不错哦，就是你直接走出巷口，那吃的好灿坤都有。OK， 那有在找公寓二三楼的客户，可以留意这一间。那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